首先，在我们的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的出品方，他们是嘉丽影视制作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博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摩根城影业有限公司、皖北微秀娱乐香港有限公司、广州金鹰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出品，英宏传媒有限公司、上海欣欣向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三鹤酒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一部作品。那这部作品呢，也是由李海龙导演执导，安德鲁·摩根、陈希荣二位监制，韩庚、凤小岳、李元领衔主演，山下智久特别出演的一部作品。那这部作品呢，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六月份的时候，和大家来定到了我们的日期是8月3号，所以呢，时间很近，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那今天我们的主创呢，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好不好？我们先预热一下，掌声在哪里？好的，让我们欢迎我们该片的主演韩庚，欢迎徐乐墨，欢迎主演凤小岳，欢迎李元，以及从日本远道而来的山下智久，欢迎各位。中心领导人物也是我们该片的导演，让我们欢迎李海龙导演。以及为这部影片付出太多努力的我们的监制陈希荣女士，欢迎二位。好，辛苦辛苦。那么今天呢，我们该片的各位出品方领导也是莅临了我们的现场，他们是博纳影业集团发行公司副总经理孙晨，欢迎孙总。接下来我们要欢迎的是广州金鹰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丽亚，欢迎吴总。欢迎美国英宏传媒公司副总、中美电影节、中美电视节秘书长林雪燕，欢迎您。上海欣欣向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总何倩，欢迎您。以及上海三鹤酒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EO 严伟娜，欢迎您。欢迎各位领导，也欢迎各位今天来到现场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对我们影片的支持。那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应该从上海国际电影节这一路看过来，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解码游戏是连环出招啊，公布了很多预告片，包括海报，都是让大家吊足了我们的胃口，但是看得越多期待就越多，所以大家整得很辛苦。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来到现场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物料。前期我们看到的像是我们电影当中包含了很多的元素，像高科技犯罪呀，以及国际金融阴谋这样的新鲜元素，还有动作戏码，今天依然不会让大家失望。所以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一个终极预告片，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亚洲目前最为安全的网络操作系统和马来西亚达成合作。I want you to hack Oasis. That's virtually impossible. I'll be needing an extra partner. Hey, good news. What's your favorite word? You're not. I'm not trying to tell you. Bye-bye. Bye-bye. 这就是你今天挑戏选的。他活在网络世界太久了。不好意思，我从小和国那么热血的海盗船长却混成了死宅男，我是海怎么了？钱怎么了？我想让你跟我们一起合作。我看你们是想玩死我，不是你们想盗取隐私？我想知道他干什么了。哥现在不是在游戏里。I have something much bigger and more interesting in my mind for you. 欢迎啊！你说该怎么办呢？老天爷给了你一副这么好的牌，实际上呢？你说我这么小的年纪，心脏病、高血压、肾虚、内分泌失调，你看，我连撒谎都不会。哇，真的是信心
气量满满啊，连韩东先生的内分泌都失调了，所以一会儿呢我们好好的来聊一聊啊。其实这部作品当中呢，我们期待太多，通过刚才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也能感受出这部作品所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年轻的气血和活力圆满的这种状态。那这部影片呢，其实还有四天就要上映了，但是真的有点等不及了。所以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该片的导演李海龙以及监制陈希荣来到我们舞台中央，和大家来分享。欢迎导演，欢迎周姐，欢迎韩小军。哎，其实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其实一个多月的时间，刚刚和大家见面。哎呀，要离这么远吗？好，我们先请二位来问候一下大家吧，好不好？导演您先请。大家好，我是导演李海龙。各位下午好，我是影片的监制陈希荣。来，导演还有刘姐，我们稍微往前一点，光线会更好哈。其实六月份上映也是导演啊，当六月份跟大家见面的时候也是导演首次和大家见面，当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紧张。我印象当中啊，导演在说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就断了，说我不能太剧透，那今天咱们就不剧透了，咱们就聊点开心的，你甭紧张。所以这次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导演觉得您最轻松愉快的事情，让您最享受的过程是什么呢？挺多的，啥呀？太多了是吧？您就跟这戏当中一样，信息量太大。对，这我第一次看，我觉得蛮嗨的。就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然后刚才看到好多能回到过去拍片好多的那个情节吧。就没崇拜一下自己，说哦太厉害了，我竟然能拍出这么牛的电影。我往回倒，我想起来第一次就是我们剧本没读的时候，然后当时小月、哥，然后圆儿三个人，我们四个人第一次见面。当时其实我比较紧张，比较谨慎，然后我还想装作有经验的导演那样，然后就找个地方那个坐在地上，然后装作放松的样子。然后没多会儿，哥几个都滚在地上，然后开始读剧本。原来导演您才是戏精啊！啊，您才是戏精。对，然后我其实想待会儿就站起来，然后找地儿坐着。对，这是第一次，然后跟那个山下智久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那个我们第一次拍那个就是有一场戏是关于日本文化，关于茶道的那部分，然后当时我们几个人又是席地而坐，跪在地上，然后去研究这茶道，然后把它放到情节里面。当时 Tomo 那边也给了好多那个，他们都蛮懂这个，给了好多这个方面专业的一些建议吧，包括和服啊这些东西。那导演听出来了，你们拍戏的时候好像剧组缺椅子，那所有人都特别爱坐地上是吗？对，反正我感觉大家蛮放松的时候应该都在地上去讨论电影，这是最放松的一种状态。对，都是年轻的力量，大家又是非常优秀的演员，所以这一次拍起来之后磨合状态也很好。我们像是新颖的这种故事题材，相信80、90、00后的观众都非常喜欢。导演你要加油啊！荣姐这一次真的为这部戏付出了太多努力，因为当时上海电影节的时候，你有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您说谈演员的过程当中啊，是整个我们这个项目在建立信心的一个状态。我能把这么多优秀的演员码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次今天咱不说不容易了，咱就说点开心的。然后您能不能为我们分享一下解码游戏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相信我们在发布很多物料的时候，也有一些像演员踢毽子啊，等等等等。那我让我感触在最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其实都非常团结，而且大家有一股劲儿往一处使。刚才导演也讲过了，就是我们的演员都是人气很高的演员，而且平时工作都很繁忙，但是为了这部片子，在我们筹备之前，包括筹备期。他们三个人，韩庚、小月还有李源，就两次花几天的时间就剧本进行围读。我相信这种敬业精神，是挺可贵的。然后在这个我们马来西亚拍戏嘛，因为所有的大部分的动作戏都是在马来西亚拍。那个时候三周每天是大通宵，很遗憾的是我们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正好是雨季，所以我第一次作为监制，我觉得我像个农民，是靠天吃饭。所以我印象最深的有一次晚上，我本来是晚上6点开机，然后5点开始下大雨，一直到凌晨1点钟。
所有的人都等着，演员更不容易，他们还带着妆嘛，要随时准备要跑要那个，但是他们就自娱自乐在那边踢毽子啊怎样啊，我觉得这种都是我觉得在拍摄当中让我们坚持下来克服种种的困难最后形成今天的影片，所以我很开心也很感人。所以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可能刚开始大家认为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之后可能经过时间长的一个磨练，然后大家的感情的相处变成了家人。其实今天刚才二位都在说我们这个整个团队的团结以及和导演的配合，其实他们四个人也是拍完之后的首次聚首，也是在我们面前亮相。我相信二位都是会有话要对他们讲的，但时间的原因我没有办法让大家可能长篇大论，但是每个人能不能用一句话来点评一下他们四个人和这一次相处下来的一些感受，先请蓉姐开始好不好？导演在前面，我是幕后好，听您的，导演您先来。我也是，对，我们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有趣的冒险故事吧，尤其在题材上，这个也是确实在国内很少见过。然后它也是我第一部长篇，对我来讲也是个冒险故事。所以我觉得就像玩一个 RPG 一样，哥四个带着我，然后我也跟着哥四个，我们一起趴在地上。没有拍在地上，对，我们一起然后经历一场幕后的冒险，然后马上就把它放到台前跟大家见面了。我想感谢大家，感谢圆儿、哥儿、月儿、通通，感谢你们。好，这是一个感恩的状态，也是大家共同来见证着马上电影要上映的时刻。蓉姐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是觉得在这部戏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然后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这个基础上仍然就是放下自我，然后敢于挑战新的类型新的角色。这点来讲我觉得真的是作为一个新演员不容易，但作为一个已经有一定成就的演员更加不容易。是的，所以说你也是慧眼啊，看到了他们能够在这个戏当中发光发彩，但是他们也为这部戏付出了太多努力。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8月3号还有4天的时间，我们来一点兴奋的东西哈。导演还有我们的监制，能不能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这部作品，用你们满满的爱来告诉大家这部作品到底有多好看，好不好？欢迎大家加入这场冒险，跟我们一起玩去。这部影片是一个新的题材，然后新导演，然后我们的演员挑战新的角色，所以我相信这是会暑期档最有新鲜感的一部影片，请大家期待也请大家支持，谢谢。确实是我们这部影片也是在暑期档最黄金的时间段，然后和大家见面。我记得当时其实我们在说这个八不是发，然后三是台，然后我们今天又叫元气始发展，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这个元气满满的状态助力我们的电影能够有个好的成绩。好，再一次感谢二位，请大家暂时休息，辛苦了。好，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有这么养眼的一个团队啊，一定会在我们的暑期档为我们的中国观众带来不一样的精彩和惊喜。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电影《解码游戏》的主演们即将开启的就是我们的元气之旅。今天在北京的是我们的首映，那么这四位主演今天来北京的既是我们的集合，又是始发。那为什么会叫元气之旅啊？刚才我也问了一下我们这个整个宣发团队，包括我们这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四位的粉丝特别爱用元气两个字来形容他们家自己的 idol，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他们在工作当中不管是再苦再累，他们依然会用最饱满的状态和努力上进的这种心情来鼓励着自己以及带动着他们的粉丝，所以说这是一个满满爱的力量，也是我们偶像的榜样，这也是我们粉丝给他们的力量，所以我们今天就叫元气始发站。那么今天也到了我们最元气的时刻到来了，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元气爆棚、具有无限正能量的韩庚、宋小月以及李源、山下智久，欢迎各位。来，先请四位问候一下大家，分别也来说一下自己在戏当中的角色。我知道其实上次上海电影节的时候三位都有说，但小月没有来，
但我们依然还是要照顾一下媒体朋友们，好不好？我们每个人来说一下。让小月没有来，让小月先说吧。对，来来来，听你的。填一个不是，上次对，其实哎，我现在心跳跳的其实蛮快的。这部戏其实我们大家都熬了很久，今天才可以站在这里，然后我今天终于赶上了大家的行程。大家好，好久不见，然后谢谢大家来支持《解码游戏》，我是孟小月。好好好，来韩庚老师，请讲。大家好，我是韩庚，在这部戏里边饰演的是李浩明。好像这个戏当中跟你本人还是有点像的，都是游戏大神，对吗？确实喜欢游戏，特别喜欢游戏。跟这一次是跟自己本人性格相像的同时，然后又加入了一些新鲜的元素。我觉得兴趣是相同的，但性格是有点不同。好的，一会儿我们好好来分享一下。李渊，大家好，我是李渊，我在戏中扮演的是苏怡，是孟小月的女儿。哎呀，我跟我们中间为什么要差长庚呢？我就说吧，我就说我在戏里这个角色本来就是这么拼，对，这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加入了他们这个行业里边，加入了一个国际犯罪，一个这么拼的角色，对，你说还是我加了一个，中间夹着我，快帮我，哎，对，你祝你的幸福，去吧，祝你的幸福。好，一会儿我们来聊一聊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好像说起来有点扑朔迷离了，然后我们请山下问候一下大家。大家好，我是山下。中文好棒哦！今日はこうして皆さんにもう一回再会することができてとても嬉しく思ってます。僕の役は、すごく悪いやつだったんですけど、映画の中ではすごく対立してたんですけど、実際はとても仲がいいので、今日またみんなに会えて嬉しいです。好，我们请韩庚老师为我们翻译一下。很开心又一次跟大家一起见面，对，我也很开心跟所有这么优秀的导演这是美美就东北话是吧？来，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些话，来您请。大家好，我是山下智久，今天非常开心能够到现场见到大家。我在电影里面饰演的是一个反派角色，这个反派角色跟大家是处于不同的立场，是敌对的关系，但是还是非常开心可以参演这部电影，谢谢大家。还真对了，哎，懂对方啊。但其实刚才袁一上来就说韩庚老师站在你们两个中间，你们两个是恋人关系，可是我通过一些物料上看啊，我觉得小月有时候还有那种宠溺的眼神，然后摸着韩庚老师的脸，然后同样韩庚老师还要教山下东北话，然后好像昨天在微博上要告诉他说今天要去吃火锅。对，今天结束我要请他吃火锅。哎，你们这个关系就这么的相亲相爱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来，韩庚老师，您先来说一下。我们私下是非常好的好朋友啊。对，那戏里是角色，肯定是关系不一样。嗯，对对对，是这样。还是要解释，其实还是看电影解释对。但是其实我们的拍摄过程，尤其是在马来西亚那段时间，大家都熬夜啊，然后就是你也在那边也有点文化冲击吧。对，相处其实是非常的热络的，那是踢毽子啊，踢毽子，有说过了吗？踢毽子是，有说过吗？好像是的。刚才导演有在说，对，我们拍戏的中间拿了一个毽子，就来回在那踢。这也是一个团队战啊。对。来，圆儿，你就是站在你身边的这二位，好像就是真的跟这个关系有点不说明。我觉得我应该再换换。别，您随心请吧。别，你幸福就好。我觉得我是一个多余的人。别，这不是你这一多余的人，那我就只能祝他俩幸福了。这更多啊，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还有这么多的激情。这词儿也只能你敢说，要不然我们都不符合这个就是国家标准，真的。真的，快把我丢掉。来，山下这个在这个戏当中的这个人物关系和他们三位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映画の中では本当にすごく仲が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実際は本当に見ていただければすぐ分かると思う。ぜひ劇場で見てほしいです。山下先生说，他在电影当中跟他们的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但具体是怎么样的呢？还是希望各位可以到电影院来看这部电影，请大家一定要来。谢谢大家。谢谢。和这些问题我问完之后就白问，问完之后大家可能觉得又
更加的扑朔迷离，然后就是悬念会更多了。但是我了解了一下之前就是我们整个宣发公司给我的一些物料哈，就里面的动作戏还是蛮多的，然后大家也是其实突破自我，明明你们看这四位可以靠脸吃饭，是高颜值，但是他们确实却偏偏的敢打敢拼。然后在这个戏当中的动作戏谁是最多的，然后有没有受伤呢？韩庚老师，其实我们四个动作戏都挺多的。嗯，对，我应该这也是我拍戏最危险的一部电影。对，就是从你跳楼啊，或者是你从月台上跳到火车上去，全部都是自己去做的。嗯，包括一些跑酷的一些东西啊，全是自己去做，包括小月还有托梦还有李哲都是自己来的。全是亲力亲为啊。而且这个其实要前期有大量的这种安全的保障，然后才敢做，有没有危险，或者是这种危险系数达到什么程度？其实我们刚才挺危险，我跟小月是从三楼一层一层往下跳，之后又从八楼跳下去。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拍摄的前一天去做了一些测试，完了去彩排，完之后呢，晚上回去全身全是淤青，对，第二天再继续，就是带着这种疼痛依然坚持。但好像现在还过瘾的，我觉得还过瘾。现在说起来有点轻描淡写，但是你看让粉丝听完之后又开始心疼了，说干嘛要这么拼。但确实是为大家付出了一部很好的作品，确实演员的努力真的是分不开的。远儿这次好像在戏当中作为女演员来说，动作戏还真的很多很多，确实不少。嗯，然后这个就是受伤是不是也是避免不了？因为会，我觉得有动作戏的时候就会出现。但我现在鼻子就没有以前直了，就是在拍这个戏的时候也磕弯了。真的？对，就是带着淤青吗？会有？对，就这一块。所以在戏当中，如果要是近景推是可以看到的。正好拍的时候，我也是刚刚被绑架完，被暴揍了一顿，还挺接戏。其实就是说，不是特效，反而是真实的自己脸上带的这些淤青。对，哇，太不容易了。所以大家要不要为他们送一点掌声啊？好，上次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韩庚老师在说小月这次的戏当中其实也是属于高智商，然后但是也会有一些动作戏，然后每天还西装革履的，然后比你们穿的都可能要更加的这个起范儿一点哈。这动作戏多吗？动作戏也不少，因为其实我跟李源在戏里是搭档，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在黑客业界呢已经工作很久了，然后常常出任务，所以那个穿西装啊什么那个倒还是只是包装而已。其实我们也是极客，就是也是喜欢窝在家里，然后在那儿玩游戏啊什么的这样的角色。那动作戏的话，对，但是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我们都是自己来。然后马来西亚那几个星期，主要是跟我记得有一两个礼拜，反正我们晚上都在吉隆坡大街小巷不断冲刺，一直跑，都跑过大街、公车站、火车站。跑到夜市，跑到市场，什么什么的，然后楼顶摔，楼顶啪再下来，什么什么的，所以对，难免都会有一些擦伤啊，到现场什么淤青啊，然后什么什么的，但是我们这次那个我们的武打组非常的专业，所以其实我们都确保我们以后能先暖身啊什么。有安全保障、啊、对，你看现在他们说起来真的就轻描淡写，但工作人员跟我讲的时候，就是韩庚老师那一场跳楼的戏，就差点很危险，就真实的就。哎呦，那就不敢想象的后果，太恐怖了。因为我掉下去之后，它是有像铝的那种铝合金的东西，我觉得整个身上就砸到那个铝合金上，整个就开始断掉。对，所以偏偏挑内洞，对吧？然后我还有一颗也会记，你记不记得那个山下那次，他也是就是最后一段了，他有一颗镜头摔倒一段，那个不是安排的，真的是他摔倒以后，当时他马上站起来，然后我们那时候都是。反正提心吊胆，继续把那个镜头给拍完。就带着山下真的是非常专业，带着这种危险系数，哇！来，掌声就来吧，不要这么含蓄。好，通过一些视频和物料，我们也看到了山下先生在里面有很多追逐、跳车的戏码，这些也都是亲力亲为吗？僕もマレーシアでたくさん皆さんと一緒に。辛いアクションシーンだったんですけど、実際はみんなで支え合って危険なアクションシーンをしっかりやり遂げることができたので、
とてもいい現場で、本当に初めての中国映画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みんなと撮影できてよかったなと思います。山下先生说，他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真的拍摄了非常多非常困难的一些动作戏，但是在大家的相互帮助下，还是把这些难关都平安度过了。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然后他也说，工作环境非常的好，大家之间的气氛都非常的好。这次他第一次来中国合作拍摄电影，他也非常开心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好，感谢感谢，我相信您这次来中国拍戏，不仅是收获了一个好的团队，也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啊。那在这个戏当中，确实也会有很多温情的事情啊，就是彼此之间给彼此带来的这种温暖。然后韩庚老师有没有就是印象当中的一两件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彼此给彼此的这种力量。其实我们在片场中呢，确实有很多一些危险的时候，所以在每一个动作上，我们确保自己的安全以外，还希望说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对手，要让他们也稍微一些安全。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试，或者是有一些不对的，我们也互相去提醒，就是尽量去安全，保证自己不要去受伤。对，所以包括我们在楼顶上那场戏，小月呢也在告诉我怎么去抠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要去演一个完全不敢、不会去像他们那么灵巧、像小月那么灵巧的一个，对，这样的身手。所以在那个里面，我确实我有一点在跳楼的时候是有，刚开始是有点害怕。对对对，所以互相我们都有一些鼓励，这是团队的力量。担心这个拍完之后交了很多好兄弟。包括在山下也是，我们平常在私下，也经常去聊天、健身。他一句吃一些好吃。哎，哥哥好像有教他东北话，教哪一句来着？什么干啥呀、啊，什么之类的。他会说吗？山下会说吗？现场来一句，东北话，现场来一句。干啥呢？哦，干啥了？像这种口气，都是那种大哥，你干啥？好，真的特别好玩。然后我们相信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乐趣的事情，我们一起走进电影院来看。啊，其实这个戏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身后有一，当然也就像我们这个影片当中的 slogan 一样，高颜值犯罪片，但是一定会帅爆暑期档。那在这个影片当中，其实我们今天的活动方也非常的贴心啊，然后知道四位有非常多的铁杆影迷，那么就是有很多的 idol 要给你们发表他们自己对你们的这种表白的话，然后所以呢，我们也在官网上征集了一些大家的表白。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身后大屏幕，来请各位老师看一下，哇，真的还是蛮多的。哎，不要移动了，我们就在屏幕中间啊，屏幕中间。然后我们请四位老师先以我们影迷们的心声为背景来合影，对我们的影迷摆出有爱的 pose， 好不好？来，话筒给我。来，韩庚老师，话筒给我，来，我帮你们收一下话筒，然后你们拍一张照片，然后一会儿再把话筒还给你们。来，现在媒体花位一定要扎紧好，拍摄我们这一幕有爱的，然后照片有，你们是不是过于冷静了？过于冷静了啊！有爱的姿势哦，是要表白你们的粉丝哦，他们一路对你们来说都是一起相伴的。暗中你摸着旁边，我打开人人跟踪的，这真的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感谢各位主唱，然后对我们的这种配合。其实《解码游戏》这个官方发布了我们的表白征集之后呢，无数的影迷朋友们都发来了这种表白，但是真的太多了，成千上万条，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来选出来。但是我们为了满足正在关注《解码游戏》的各位影迷朋友们，所以在今天我们就为每一位主演挑选出了三条表白来回馈我们的影迷。但是有一点哈，就是我们在念到这个表白这个信息的时候呢，也希望我们的各位主创能够对着你们的 idol， 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镜头啊，说出你们的回馈的一些语言，好不好？就回答吧。对，好，来，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我们先看一看韩庚老师的。不，韩庚，这是来自谁的呢？燕子庚，很幸运呢，一路陪你经历一次次的蜕变成长，
见证你创造了一个个惊喜，我愿用整个青春换你20年之约。演员韩庚加油，期待你的无限可能。哎呀，韩庚老师，来，我们的官拍在哪里呢？举一下手让韩庚老师看一下。好，韩庚老师您请，这是为你的第一位粉丝朋友们所要表达您自己的话。感谢这位粉丝，就一路陪伴我，看着我从一个很稚嫩的一个演员，慢慢再去成长。虽然现在也不是说什么成熟的演员，我也希望说在今后拍更多更好的一些作品来回馈你们，我会继续努力，谢谢。好像一下把三条都说了，但没关系，后面还有两条。还有啊，对，还有两条，我们看一下，第二条会是谁写的？叫艾特狗狗颜玉丽，祝韩庚，左手流年，右手诺言，光阴似水，风景渐变。在这一场永不褪色的守望，我们必一往情深与你同行，三生有幸与你相遇，从此云水流长，岁月茫茫，莫失莫忘，相情且惜。哇，好暖，好文艺，对，好有文化的。我也给你四个字啊，与你同行。没有在现场互相表白来得更加的温暖。我们看一下第三条，艾特庚哥小迷妹，这位是托韩庚。韩庚，你说过我韩庚在你身边，这是你说过最美的情话。我想说，11年了，从未离开过，爱你没后悔过。我一直很骄傲，因为你，我变得更勇敢、更坚强、更自信。我一定要更加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然后亲自去见你，然后亲口告诉你，韩庚，我是你的庚范，一辈子都是，我会一直在。哇，说的我都感动了。现在好会洗情书，对，很谢谢。这位歌迷，对，我也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我不知道你的年龄是怎么样，也希望说在不同的年龄段里面有不同的努力的目标。我还是送你四个字：从未离开。韩庚老师能不能对着镜头比个心哦？但是确实是一路走过来，不管是哪个节日，只要是你们互相陪伴，永远都是最好的日子。来，韩庚老师请这边，我们接下来看看会是谁给谁的哈，应该是凤小岳老师的。我们看下一条，艾特玉一晨吐凤小岳，哪有所谓的珍藏照片，不过是自打认识你以后，手机屏保就没换过别人，大概5年了，天哪！哎，小岳老师，面对我们的镜头。谢谢你对我的支持。现在是要走这个节奏了，对吧？对对对。那音乐都起来了。对，其实对，5年真的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对，我也还在继续努力。每天都是一个惊喜，每一年都是一个惊喜。我保证你第6年、第7年、第10年。对啊，应该还会是我们的手机，这是霸屏嘛。好，我们看看下一条，下一条会是谁？下一条，艾特耳恋兔凤小月，爱你不是2-3天，而是从10年之前一直到现在。10年里，我从青涩少女成长为幸福母亲，而你依托年轻时的稚嫩，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奶爸。让我们互相祝福，也希望你今后带来更好的作品。谢谢你，真的谢谢你啊！对啊，人生苦短，对吧？我们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对啊，对，快乐是要去争取的，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对，一起继续加油。谢谢。好，第三位，哎呦，你的粉丝都好国际范儿，全是 international 哈，看了吗？ At Air Jogger to 凤小月，你是我喜欢的好演员，更是我佩服的纯爷们儿。
因为你的担当，你的坦率，你的心胸，从你身上我获得了力量，也决心做一个拼命又顾家的好人。你的电影都会去看，每次在电影院看到你，我都会对朋友说，看，这是我的爱豆，他特别爷们儿。这是为粉丝带来的一种力量。谢谢谢谢谢谢你让我就是做你最爱的豆，啊，对，我会持续做你最爱的豆，让我们继续爱吃豆。谢谢谢谢小叶，来，我们看看接下来会是谁，我相信应该是圆儿的吧，对对对，来，艾特毛毛的铲屎官丢了，兔李元，哇哇哇，我想对苏怡说，天有100种方式吃糖和巧克力，还有98次想你，哎呀，现在中间位置属于你，哇，好甜哦，好甜，就好萌啊，那我就努力填满你的人生吧。啊，我们有镜头的，我们有镜头的，我再说一遍，我会努力填满你的人生的。谢谢，好，下一个，爱哭的小丑男孩，兔李元。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一个人窝在电影院里，一遍又一遍地看你参演的影视作品，即使剧情我都能倒背如流，但我依然喜欢，这是因为这是我能感受到离你最近的地方，这是最真诚的粉丝哦，买票去支持，还是好多张票，我相信每一位其实你的粉丝都会这么做，那我努力与你更亲密。说得好。好，下一位，哎，张二嘎，李元，怎么会有长得这么美却比男人还潇洒的帅气小姐姐？以前我的梦想是像你一样骑着机车在大街里的城市兜风，现在我的梦想是去练格斗，像你在芯片里一样有潇洒的身手，女孩就该像李元这样活出自己的范儿。对，谢谢，对，没错，啊，谢谢，我相信很多粉丝他们的话其实都不只是单单的这些，但是呢确实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只能选出三个，我们接下来看看应该就是我们的山下老师的了，山下老师的是爱家，哎，你先来翻译，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相忆。我特别好奇的，翻译老师，你在中间。这是中文的，这个确实就是挺考验你的。那个，对，这个，加油，试一下，加油。長い草子は長く愛を覚え、短い草子は究極なかな。この世のすべての恋愛史の中に私の思いが含まれています、やがて小さな川が止まらず海に流れていくように、私の思いを永遠につけていきます、中国の古典史は非常に美しい、人生初めて山下さんの古典史と同じぐらいの美しさと出会うとき一目惚れしちゃいました。おお、快收集那么六角色，收下我的心来。哎，我觉得翻译小哥哥今天要圈粉了哦。好，下一个我们看看，这个我就不做中文翻译了，你说的比我好，来，我们看一下，对对对，来这边中间我们请山下先生先来说第一段带着文言文古诗的你粉丝的表白。真的很感谢，僕が美しいかは分からないんですけど、こうやってこういう美しい詩を選んだあなたの心が美しいと思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山下先生说真的非常感谢，我美不美我自己不太清楚，但是能写出这样美的诗的你一定是非常美丽的。要不要这么洒，关键他翻译的好。对，真的甘拜下风。来，我们看这一条，这一条是爱的男神蓝泽耕作 CB3 回归，哇，来，我们直接请我们的翻译小哥哥就是上线吧，好不好，直接就对告诉我们的
山下先生这一段粉丝要告诉他的话。困難を恐れず、どんなことにもチャレンジしていく山下さんに感謝します。我々がいつも山下さんの素敵な作品を満喫し、山下さんの成長と変化を見てとても楽しんでいます。今回は初めての役です。どんな役であろうと、私たちスウィーティはいつも通り無条件に山下さんを応援します。谢谢。好有感情的表白。でも僕もいつもチャレンジしたいな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今回共演した皆さんも本当にずっと努力をし続ける人たちだったんで、今回もいい影響をたくさん受けて、とても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なので僕も、これからもっと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山下先生说他自己也非常想要挑战各种各种各样的角色，这次一起工作大家也都是这种怀有挑战心的人，都是非常喜欢挑战的人，我也从他们这里得到了许多好的影响，谢谢大家。谢谢。好，我们看看最后一段，这真的是需要你来迎亲。这个能看到了。なぜ連邦の人に気に入りますか？多分キラキラして気に入らなくてはならないかと思います。空の星のように数万光年を隔っても暗闇の夜にも心を明るくする希望になります。来韩国老师上线。山下君のような山下应该会日语吧。哎呦，我觉得下面应该就是翻译啊。对，上面是日文，下面是中文。中文的意思就是上面日文。是的。对，没错。你今天真的会圈粉的，真的，我相信。とても嬉しいんですけど、なんか中国語には日本語にはないような美しい表現がたくさんあるんだなっていうことを今分かりました。僕もちょっと頑張って勉強します。他说他真的非常开心。这段文字当中有许多只有中文当中才有的日语当中不怎么常用的一些非常美丽的表述，我也要努力学习中文，好好加油。好，加油。我期待着真的像刚才那段话，他会用他自己的中文，到时候真的能读出来。我看到了吗？我们现场的四位不仅是高颜值高实力，而且他们的演技在线，同样他们的粉丝朋友也真的是好有文化，然后而且也都是演技在线的，就是好粉丝，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好玩的游戏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的叫元气大冒险。在说我们元气大冒险之前呢，要告诉我们第十二位粉丝朋友们，你们今天不仅是能够得到自己家 idol 现场回馈你们的甜言蜜语，而且他们还会用手写的信，然后会寄到您的手中，所以要记得查收哦。对，也希望四位能够用更多爱的满满的力量，拍摄出更多充满着正能量的作品，互相鼓励对方。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的这个元气大冒险的环节。因为我们的广大粉丝朋友们对我们这部电影太热情了，当时一听说我们要在现场今天的发布会上让你们来玩一些游戏，他们是空前的高涨，什么样的游戏都想出来了。但是最后呢，我们考虑了一下，要是能够符合我们这个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又是能够合理的把出我们的这个尺度哈，所以我们为每个人都选出了三个。但是呢，这三个是要有互相搭配的哈，就比方说韩庚老师的有可能会选出一位搭档，需要是跟他搭配，所以这一另外一个人也是要配合的，每个人三选一就好。我们先请韩庚老师开始好不好？我们也请现场媒体朋友们一定要调整好你们的镜头啊，福利时间马上就要开始了，真的我不骗你们。我要选一个吗？对，三选一 ABC 三个，你选哪一个？长的，真的是胆儿大呀。与山下智久先生骑双人自行车为爱发电，哇，显然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对，你说你俩谁坐前边？你在前面，我在前面。我想问一下，现场有多少人愿意坐在这个后边？哎，走，发图给我，发图。
对这种发糖的现场此时此刻的幸福状态是属于你们二人的。这个姿势就这样了吗？要不要再换一个？要抱着吗？来，我们要不要问一下山下先生要不要？对对对。哎，那干脆就第二个，我们来三连拍好了，再来一个，最后一个，韩哥老师，再来一个。
个长的走了，来，交喊更日语版的我稀罕你啊。我觉得日语啊也有方言，对不对？来，我们请上下先生来教一下韩庚老师，我老稀罕你了。僕は君が好きだ好きだ。这么长吗？我们只有四个字儿。中文吧。我稀罕你结束了。僕は君が好きだ。哎呦，真的很难的。但是韩庚老师的语感真的很好。そうです。啊。日本のファンは喜びますね。说的怎么样？如果你说日语的话，粉丝们也会很开心。是啊，就我也在努力的学一点点的日语，就是为了多和我们的山下先生能够更好的交流。你们火锅里有？对，有就能这样了。来，真的是这一波糖花的简直是太甜了，真的第一次见这个我们心中的 idol， 我们这么喜欢的我们的演员们，没有偶像包袱的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精彩。那其实今天呢，我们除了向影迷朋友们征集今天发布会的大冒险环节，还征集了影迷代表作为今天的发布会的官方摄影师。哇，你们在哪里？他们是郭嘉尔米。哇，欢迎，在哪里？夏总，王嘉尔米在哪里？哇，欢迎，还有我们的 Ashley 十七在哪里呢？啊，举手了，看到了，还有。暖爱少女脚丫，欢迎，还有内蒙爱装牧羊群，哇，欢迎几位，欢迎，他们今天是我们的粉丝的官方摄影，所以他们会在自己的这个宣传当中，是不是觉得我们今天的发布会真的太贴心了，让所有的喜欢你们的粉丝朋友们也参与到了，真正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好，那我相信啊，我们这个爱的元气满满所感染到我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都变成了迷妹。所以呢，我们也感谢韩庚老师，感谢傅小月，感谢李源，感谢山下智久。那么今天也到了我们这个传递爱的时刻了，我们先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这个合照板拿上来。其实今天夏天呢，我们最激励人心的元气能量传递给大家，那么尤其呢，即将开启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元气之旅，他们将走访包括长春、哈尔滨、宁波、杭州、上海、福州、广州、深圳、成都在内的元气实战。来，我们请各位啊，这是一个相框，但是这边你们看到了吗？爱在心里。来，我们的解码游戏00803次列车即将出发，目的地在你心里。就是脱茧，不放出线索，就是拿起一层层解锁。来，我们眼神统一一下，我们请各位老师先看一下左边拿着手机的各位自媒体朋友，一定要翻朋友圈哦。然后我们看一下中间各位我们的官方摄影，还有我们后面的媒体朋友。中间哦，来看一下右边。好，谢谢。好，请工作人员把我们的那个合照板拿上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我们今天的元气之旅的始发站，是一个非常值得每个人铭记的时刻。也请我们的四位主演共同的为大家充电充能，也请我们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合照板拿上来。和8月3号我们的解码游戏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待。来，小心一点哦，有点重。小心，我们工作人员来一起。哎，小心。哇，今天真的是合照满满。这个呢是像一个充电器，所以我们请四位分别两边站，好不好？两边。来，我们就请韩庚先生，我们的山下先生。来右边，来鱼儿和小月在左边，我们手触旁边的背板就 OK 了。想问一下大家，我们的电影是什么时候上映？对，8月3号解码游戏，让我们正能量满满，不一样的夏天。来，我们看一下中间的观看，来，韩庚老师。
那媒体朋友们也可以加好机器，有什么问题需要准备的，然后也可以举手示意告诉我们。来，我们稍事稍他们那个稍微的休息一点点啊，因为在舞台上真的非常的辛苦。今天这个场内啊，我觉得不是温度会比较热，而是大家的热情比较高，所以今天的发布会太与众不同了，因为有你们的存在。好，各位老师。觉得他的魅力点在哪里？我觉得很多的一些年轻人，尤其像浩明那种很宅，对很技术控的黑客游戏啊，非常专注，包括二次元的一些等等。他一直梦想，我在说这个角色，就是他的梦想一直想去做一个英雄。我觉得像这个片子对浩明这个角色有挺不一样的一个成长，是对一个浩明，对一个男孩成长，一个一男人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对这个角色，好，谢谢您满意啊。好，我们接下来还有哪一位媒体朋友或粉丝朋友啊？您请。你好，我这个问题想问一下山下先生，就是这次来中国拍戏开心吗？然后如果有机会介绍一位日本的朋友来中国的话，你会想介绍给谁？今回中国に来れてとても楽しかったです、そして撮影が終わった後もプライベートで、北京に遊びに来ました。这次拍就来中国我非常的开心，在拍摄结束之后我们私下也去北京游玩了。友達そうですね、ジャニーズの友達がたくさんいるのでみんなに紹介したいと思います。他说朋友啊朋友，我在杰尼斯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想把他们都介绍来中国。我们能很大的区别。真的很难用一两句话解释。我觉得这部戏，这电影难免不了跟成长有关系。然后，其实在我们这四位那个在故事中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对于情感应该都有一些新的收获。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这边就也不多说了，我等于没讲啊。大家看电影，拜托。对，我们这部戏其实真的很辛苦的拍摄，然后今天终于上映，大家在这里都不容易。那谢谢大家来支持，其实是我今天想说的话，谢谢。好，谢谢。哎，还有哪位朋友？哎，那边，一直有两位。这边。那先他先拿话筒了，马上哈，他回答完了给，好不好？谢谢。我想问一下李源老师，这边，如果是在生活中的话，你是会选择李浩明多一点，还是会选择乔飞呢？如果是在生活中的话，浩明。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逗他。没有更多的原因了吗？啊？没有更多的原因了吗？嗯，没有了。谢谢。好，谢谢。我们下一位媒体朋友准备一下，然后我先问一下这个姑娘啊。想问一下山下智久，我是你15年的粉丝，然后，我想问你一下，你以后还有没有来中？国继续拍戏的计划，或者你有没有来中国北京啊开演唱会？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うですね。これから中国を含めて、こうやって友達もできたので、なるべくたくさん中国で活動できたらいいなと思います。谢谢。然后说，这次来中国拍摄，就包括中国在内来中国拍摄，结识了非常多的友人。然后我也希望就是能够多来中国。好，谢谢。还有哪位朋友吗？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几位？再有两个问题。好，好多人举手，怎么办？想问一下韩庚，哎，在哪里？声音？哦，您在这里。您对这次的反派有什么想说的吗？太帅了，对于浩明来说嫉妒，太帅的反派。我们在拍摄的，其实我们的对手戏有文戏，大概有2-3场，后面大部分都是追逐戏。我大概有1个多星期吧，在马来西亚的街道上一直追，追不着，跑得太快。私下我们就成为特别好的对手，对，我们经常也是去有一些喝啤酒，去游泳或健身这样。好搭档，好朋友。那你好，美碧，想问一下顾小月老师，就是接下来工作安排是什么？方便透露一下吗？对，这部戏宣传完之后呢，接下来这个礼拜应该都会专注在这部戏上。但是这个之后8月中9月，会参与一部网剧，然后就是年初就是也开始跟功夫影业合作，所以接下来的这部网剧会是功夫影业出品。对，大家敬请期待，谢谢。好，我们再期待下一部。同时现在要期待的是8月3号即将上映的。好，那其实时间的原因没有办法一一的照顾到每一位需要提问的朋友，然后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多多宣传，多多支持，也拜托各位媒体朋友们了。我们8月3号就要上映了，大家一定要走进电影院支持哦。谢谢各位。